大家好，这个视频为大家分享的是丛林通宝短鞭虫版别知识。第一版，隐钩鳞短鞭虫，它的直径为34毫米，重11克。虫子下面四只竖钩比较短，不同于通常写法，因此称为短鞭虫。鳞子下面竖钩比较小，呈引起状。这一版前文笔画较细。字体较小，前文四字均不以内外国连接，比较稀少。第二版，正果短鞭虫，它的直径为34.3毫米，重10.7克。这一版钱币的前文窗口圆锅比例均匀，前文位置正直，窗口大小以及边缘宽窄适中。虫子下面四字竖钩比较短。这一版较为少见。第三版，短虫短鞭虫，它的直径为35毫米，重11克。这一版顾名思义，虫字较其他三个字字体较短小，比较少见。第四版，鸭口通短鞭虫，它的直径为34.3毫米，重11克。通字蛹的上部张口较大，像鸭口，尾部较直。这一版前文字体较纤细狭长，比较稀少。第五版，右垂足短鞭虫，它的直径为35毫米，重10克。虫字下面四字右点笔下垂，前文四字笔画较粗，虫字较小，这一版较为少见。这个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下个视频继续分享，感谢大家收看。